Thank you.
西边吼，下底家私吼，砍刀吼，砍刀。我拄啊底家私吼，你搁有看到迄叫做香蛋，吼，也搁有翡翠，吼，这拢属于吼底家私。出局前吼，所以咱这西边的拳吼，阮就有一寡基本吼，连刚刚用三阵去吼，但是即阵吼，他新的学员吼，阮拢用出局前开始练吼，所以恁阵看到吼，这是少林拳吼，少林拳，少林拳。西边的特色吼，咱若出门吼，大家拢较爱看闹热啦，吼，所以对打来去拍会较刺激、较闹热。做阵对打吼，阮这个锤啊吼，阮拢讲锤啊，无讲棍啊吼，锤啊吼，我讲在基本班吼，锤啊这是基本班吼，若要练对打就是练这套开始的吼。这种叫做硬钉吼，所以不打西钉吼。那你出门吼，都要得起针，哦，起针才叫硬钉，哦，对打心爽。好嘞，哎，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吼，他们就利用这个寒假。这个寒假吼，就寒假一个开始休困，就是开始操练啦吼，开始操练。这阵来看吼，这小朋友吼，看看就好吼，不要乱玩吼，有些较危险吼。有一个是长袖吼，这个大刀对长棍吼，大刀对长棍。所以阵伫演练的吼，因为咱时间上的问题吼，伊拢拍半条吼，拍半条。我的一些拳头鸡翅头他们也是我们拍半场三车对大刀因为小朋友的关系那大刀如果你拿手腕会去受伤所以用卡拉哦，用卡拉来遵守吼。我这是三车交通，就是对大刀吼。所以咱北岛拳头足有特色的吼，起针吼、硬钉吼、对打吼、先耍。Thank you.
的小朋友哈，掌声鼓励一下哈。长得黑的那个张高生哦，是台湾的敦叙公生哈。啊，他细汉还是北投国中哈，徐子文，嘿，徐子文。啊，这一对哦是兄弟党哈，刚学没多久哈，那怕落后哈，大家再来争相来多了一点哈，跟打赢一点哈。这两个同学哈，就读于维格小学哈，维格学校。谢谢各位好，谢谢好，年轻小朋友。